想当年套人生解码真系 J 到出血啊！咩叫 J 到出血啊？男神系啦，男神。但系男神同个 J 有咩分别啊？我唔系好明咩叫 J 到出血啊，真系孤陋寡闻啊，唔好意思啊。成日都俾人 J， 估唔到男神方中信竟然俾 TVB 呢条片考起，咁就等我哋解释一次先啦。嗱 ，J 呢个潮语可以系名词，有男性生殖器官嘅意思。不过当佢变咗动词之后，即系 J 到出血，就会有倾慕、爱慕、欣赏嘅意思。我哋寻日都以短信嘅方式解释过俾方中信知噶。佢睇完之后仲话五十几岁都有人欣赏，要多谢网民冇年龄歧视添。不过话时话，方中信喺律政强人入面，无论系眼神定系动作都 cool 到爆。点知遇到 J 到出血呢个 term， 就一秒破功，别天然外，认真罕见啊！